guy. Guy, hey.
保险柜，这个很复杂的可以藏，这个保险柜里面有很多可以藏东西啊，为了安全起见藏。那么这个人，你们大家都认识是吧？是不是？啊，那么。 他在哪？啊，下面呢，咱们用这两个图片呢，大家两个人，哦，现在多一个人啊，这样的，你们三个人一组，你们俩，两个人一组呢，咱们用这个藏和咱们上次课学过的，这周三的课学过，连绳什么都不别说来，你们对话啊，然后去对话。 他在哪里？对，好，两个人一组。这个不知道，他在边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一组，就是用藏、连中、别说，两个人对话，练习这个。是。 经常我们听到什么汽车爆炸。
是吧？汽车爆炸，还有火车爆炸，好像是在西班牙吧？火车爆炸，伦敦地铁爆炸，啊，有很多这种爆炸事件发生，啊，那么这个爆炸呢会毁坏很多东西啊，你到现在经常那个市场也经常在巴格达的市场经常有爆炸事件，那么。毁坏很多东西啊，下面那么我们就再练习一下啊。那么你用爆炸和毁坏，来你们自己来练习啊，两个人一组。我们现在几个人啊？哟，还是多，那样咱们就三个人一组吧。三个人一组。如果地球爆炸，你们会做什么？还有一个火人，那你们会做什么？应该找个人，解决什么？什么游戏？如果您看，你见过或听说过爆炸之前吗？可以问他，然后呢？今天还有火人，爆炸毁坏了什么呢？我跟你讲啊，我今天会。花很多钱，去很多地方，跟那个打电话，还有不知道，你呢？我会陪我的家去，跟我家人一起过吧，我就走一天。在公共场所，
好，我们听下一组他们说的什么。我们哎呀，他们讨论的很有意思啊，咱们现在先第二这组，我们先让这组来说一说他们，因为他们这次到了。我刚才说的。嗯，你刚才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久以前，冬天的我们放假的时候，我跟朋友旅行，在那个地方，晚上我们坐外面有火，一个朋友喝醉了，他丢东西在火里，所以爆炸了。那么毁坏什么东西没有？当时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坏掉了？炸坏了？没有，当然有，当然有，所以大家要十分小心哈，不光恐怖，很刺激，有时候不小心也会引起爆炸事件，像在家里呀，在一些你的活动场所啊。那么你们这组呢？他们这组很严肃的一个讨论啊、哦。好，请讲。就是如果明天地球会爆炸，那我们只有今天活着，我们会做什么？那我说我会回我家跟我家人过最后一天，但是，我会吃很多糖和 candy， 还有很多薯条，因为胖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地球不会爆炸呢？我就要拼命减肥。哦，他要不爆炸了，接着再减肥，先享受一下啊。好的，大家讲的都很好啊。然后呢，那么除了说这个咱们这个爆炸这时间，那么人口太多了，也会引起爆炸，所以我们有这个人口爆炸啊，在这课里面讲到人口爆炸，大家看，这就是人口爆炸，这个中国历程图啊，就人太多了啊，所以中国要控制人口，因为人口太多了，它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麻烦啊。那么咱们看下面，那么。人口太多了，那么建筑都要，所以咱们现在要看这个空间就非常狭小了，所以呢就说的像这个楼似的建成这么窄的这个楼。那么现在咱们看呢这个练习这个窄和宽敞啊，这些图片呢就是表示窄表示宽敞，大家用这些图片来练习窄和宽敞。这个展吗？然后你们可以，大家想什么？还是三个人一组吧。你还可以想，既然这么窄的环境，那么我们怎么给它让它变宽敞？通过什么办法？刚才我们讲到人口爆炸啊，会引起这些。生存空间很狭窄的问题啊，很少。好，现在每组开始讨论，咱们待会儿再分享各组的想法。那些房子是窄还是宽敞？还有，如果是窄的话，那怎么不变小变宽敞？大家能看清吧？这是个楼，这是一个很窄的，这个是门廊，你自己说走廊，或者这个门也很看的，这是一个房屋。或者你也可以想一下，看了这些，你也可以讲一下你的生活空间里面，比如你的宿舍呀，或者是你的家呀，窄和宽敞。对，行，行，行。
看是你们现在的地方比较窄还是比较宽敞？我觉得刚才有比较宽敞，但是就是没有自己的空间，像我跟大家说的这样。你怎么说的？说的时候，我是说，如果要胡同很窄的话，或者一个房子很窄，我们会用那个 bulldozer， 然后，这个，对，它是就接那个新的布隆，比较大，要建一个新的宽敞。对，那么你们怎么想的？他刚才说，以前要找供应等价，那个门口所以太窄了，所以这一块就比较不方便。现在他的房子比较宽敞，觉得很宽敞，讲宽敞，宽敞，一讲话，觉得你是在说什么？你们怎么讲的？可是四个人都同意这张图片，很生气吧？很快，不一致啊！对，太窄了。这是真正的房子吗？对，是一个真正的，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真的有乱在鸟儿可以住吗？啊，有，他可能是，也可能是他们还是好的。好，我听了大家的讨论啊，大家都讨论得很好，但是咱们时间比较紧，那样咱们就，下面进行下面这个。那么，在一个太窄的空间，大家就想啊，太窄的空间我们需要改造成一个包括掉，然后建成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是的，窄的空间会引起很多的问题，那样会还而且有常常会引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吵架呀什么的。比如说你跟你这个 roommate 就是因为住在一个窄的宿舍里面然后引起争吵，要不然你们会成为好朋友是吧？所以呢空间太狭窄会有很多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练这次融洽相处。那么你们看这个图片，他们融洽不融洽他们的关系，这俩人干什么呢？吵架。吵架呢，对吧？那怎么说呀？关系他们是融洽相处吗？不是，不是融洽相处。他们在吵架，所以他们并不是融洽。那么咱们看动物啊，咱们羡慕啊，这个这是什么？是什么？是狗啊，还是狼？不管是什么吧，熊啊，不管怎么样，看他们这个母子关系非常融洽，相处融洽相处啊，就是融洽相处。那么你跟你的咱们不知道，就因为我们中文讲这个年轻人经常有逆反心理吧，跟父母有时候专门对着干。那么你跟你的父母关系融洽吗？对，你跟你的父母关系融洽吗？因为他们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我们融洽相处。好，那么你呢？我跟我的妈妈融洽相处。融洽相处，有没有不融洽的？都很融洽啊，融洽相处。那很羡慕你们啊，在中国家庭里面，学生的可能他们的学习功课很重，有时候爸爸妈妈总想让他们考上最好的大学，学习学习学习，所以孩子有时候跟爸爸妈妈关系不融洽，他们就有时候要吵架啊。好，下面这是咱们要练习的这个词汇，下面我们做这个语法练习。语法练习，咱们这一课重点呢要学三个，练习三个语法。第一个呢就是不知怎么的啊，这里面呢你们可以用不同的词来练习啊，不知怎么搞，不知怎么安排。那么我们先做第一个练习啊。我的一个朋友呢总说他没有很多钱，所以当我看见他手里拿了这么多钱，你看他拿这么多钱的时候，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所以呢就引起这样一个对话啊。还有呢一个除了用搞
啊，我们还可以用安排，比如下面这个呢，练习呢，我可以说这个旅行社呢说一天带游客参加五个景点，可是已经下午两点了，我们才去过一个景点，还有四个景点还没去呢，所以呢，两个游客呢，旅行者他们就对话了啊。那么下面呢，咱们用不知怎么的来练习，这样你们也可以自己想你的这个，我这只是引导你们啊。好，三个人一组。女的朋友卫生有这个钱。女的朋友卫生有这个钱。你是骂的，你看骂的。那你怎么？我说我不什么，我不什么啊，不是什么亲啊，你可他可以买毒。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啊，我的朋友有很多钱。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不知怎么搞的，也可能他卖毒品。这个你太厉害了。好的，你们还可以继续讨论。我因为他是有钱。你在哪儿？哦，谢谢。其实那个应该他收钱。我演的。在妈妈不知道见到了好一可以用啊，但是呢其实呢我的已经最常用的这次现在不知怎么搞的，不怎么用。本来我们要去五个景点，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这里面呢是去了一个，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样的。我们讨论过，我们可以再讨论。啊，你怎么说的？啊，什么？我们说了第二天，我们说不知道怎么来的。五个景点，对，啊，所以可以还可以说不知怎么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不知怎么搞的，这是你自己。但是呢，你再想指责他们这个旅行社，不知他们怎么安排的，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个，不然就我们专门讲一个就是出外旅行，结果被旅行社骗了，到处花了很多钱，玩到小孩的东西。好，咱们看看这组怎么说的，咱们很快的说一下。你们怎么说的？都可以，你们刚才练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是怎么安排的，好像这个导游对这些地方不太熟悉。不知怎么安排的这个导游，可能这导游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虽然说是五天，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能这个一个景点上多少时间啊。很好，那么你们怎么说的？哪一都行，随便。第二步我说的我不知怎么看的，然后我不知道你的中间会花多少时间。哦，那是在说你自己呢，不是说别人。对，不知怎么看一个景点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也可以的啊，这也可以。还有你们呢？哦，你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不知道他怎么搞的，我怀疑他是妓女。哇，刚才这个词是毒品，怀疑他卖毒品，这话说，你为啥要想着那位男朋友？说对了，你看到不知道钱包？哦，也可能是 love， 也可能是意外的那个，所以还是说有一个人得300多万。不知道你们在这个 news 上看不看一个女的，以为是假的，最后还是真的，有真的签名。好，
好的，下面我们练习这个。哪有这么啊？哪有这么有这么啊？看我们讲呢，是人还是动啊？就是刚才要讲到减肥，就是大家那么太瘦了也不好啊，所以人和动物呢都要长得不胖不瘦才好。那么看这个，你们相信吗？你怎么说呀？哪有这么？哪有这么瘦的人？哪有瘦的这么瘦？哪有这么瘦？那么你们见过这个猫没有？这样的猫没有？可能见过啊。有的主人他还想让他的猫壮实，给他吃很多营养品。啊，所以他可是一般来讲呢，好像没有。对啊，那么你们怎么说呢？看到这个猫的时候，你们用这样的语法什么之类的？哪有这么有这么？能不能说？应该有 subject 吗？可以没有？没有。好，哪有这么？哪有猫这么？胖？哪有猫这么？哪有这么胖的猫？哪有这么胖的猫？啊？怎么说？哪有年轻人这么瘦？瘦，对，哪有这么瘦？在这儿好像看不到这么瘦的啊。但是在非洲啊，可能有非洲，我看那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瘦，非常非常瘦。你们呢？已经说了啊。好，下面我们。我们因为我们在大课里学了，不光是用形容这个胖啊瘦啊这样，然后还可以啊、哪有这么，也可以用动词啊，你想的哪有这么用的，哪有这么用的。那么我们用一个对话练习啊，你为什么对你的同屋发脾气啊？然后哪有他这么干事儿的，或者是哪有他，就是比如生气的意思。对，发脾气就是生气的意思。比如我借给你手机用，啊，不是，我让你帮我把手机从宿舍拿来，很入美。但是他拿让他帮忙，结果他用我的手机打过200分钟电话，哪有他这么干事，是不是？啊，你为什么对你的同屋发脾气？学习啊！你对你的同屋发过脾气吗？发脾气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会我的同屋全部哪有奢望他去哪有那么挑剔的人，哪有那么挑剔的人，真好啊，这句子说的真好。可是我没有同屋，所以看来我很难。哎，你跟我为什么这样？放出来一次再到一次起见，这个比较
啊，左翼啊，第二张图，因为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是什么呀？大家学过交通那课啊，开车的时候要干什么？安全带。对，安全带啊，安全带。所以为了开啊，为什么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系安全带啊？为什么开车的时候要系安全带？坐车的时候要系安全带，是不是？为了安全起见，安全起见，所以开车。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出外要坐飞机，还要买旅行健康保险，是吧？怕你要是在国外要是生病了，要是出了事故，然后你要这个有地方给你付钱来看病，来这个才能继续你的这个旅行啊，让你回到家。啊，那么我们用这个后面这两个来练习一下啊。为什么要买旅行健康保险啊？还有呢，你家里有电话了，为什么你还要买手机啊？啊，这个词你想想用什么？这个是为了安全起见。你家里有了电话，为什么还要买手机？为了方便。哎，对了，对，好，你们也可以想别的句子，然后三个例子进行练习。那个名字需要是一个字，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为了很危险的事故，因为这个是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就可以说一些字，对，可以说一些字，也可以说一些词都可以，但是呢，它是为了防止某些事故，为了啥事？我想来一个。那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我可以修啊，或者为了啊，对吧？啊，请进，我让信这个发现。嗯，哦，好的，好，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的。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买信这个保险。对对，你们呢？你们怎么说的？我是说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啊，好的，嗯，那样，可以随便用，可以，嗯，可以。那你们怎么说的？你为什么又买一个手机？为了我装车。嗯。很方便。啊，对了。期间我要买手机。哦，你要买手机，对，因为它这中间嘛，就是为了什么期间，不光是可以用一个词，也可以用一个短句啊。比如像刚才他说的啊，为了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期间啊，所以我们要买健康保险啊，就也可以哦。为了方便起见，为了安全起见，啊，好，大家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这三个语法它们有一些难度啊，尤其前面两个，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再加强练习。好，下面我们就看这一课课文，啊，这个课文因为咱们。那个上一代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可能这一课文咱们这个这门课呢就是主要这个在这边就回归自然还是享受科技。那么你们大家课前都读过没有？很忙，很忙的情况下预习过没有？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呢，我们课上很快的读一下啊，很快的读一下。但是大家要快的读啊，快的读，掌握主要的这个观点就行。146页，146页，回归自然还是想这个习惯。那么。这个因为这里面它就是两个观点啊，我先听一下。你赞成回归自然，
还是你赞成开发利用开发科技啊？这样我咱们在读的时候呢，来有一些问题啊，你根据这些问题去读啊，这样你就帮助你在读的时候注意到，就读的时候就把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能够明白的就给它标出来啊，这样我们要提问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说地球将毁在人类自己的手里？他们担心什么啊？你们后面能看清吗？好的。第二个问题，赞成回归自然的人对人和自然关系是怎么看的？第三个问题，科技对自然会造成什么结果？自然又会对人类怎样？第四个，赞成回归自然的人主张怎么做？第五个，赞成享受科技的人是怎么认为的？他们主张怎么？主张做什么？两派观点啊，大家就从这个图里面去。第一个问题呢，在第一段里面；第二个、第三个呢，第四个基本都在第二段里面，最后一个第三段里面，大家就可以找出来了。这样你带着问题去读呢，就是更容易帮助你能够快速的读懂啊。不会的这个生词呢，现在不会的啊，你可以问我。我们有快速阅读的，已经看过了啊。我看大家读的都蛮快的啊，现在都在这个基本读完。那么对这些问题，你们这个在这个留言里面帮忙这个让我问啊。第一个问题，谁能回答？就是随着地球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科技。会更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可能有将来危险的可能。可能将来会引起什么危险啊？地球啊，刚才讲到这个地球要毁灭的那一天啊，这次还有你们赞成？听他讲了吧，那么还有谁有在的阅读里面对第一个问题还有补充的？好，那么咱们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谁能回答？
好，我点了啊。我不能回答。不能回答。啊，赞成回归自然的人对人和自然关系怎么看呢？我们课文里讲的啊，人类只有，大家看，第二段，啊，第三行，第四行，人类只有，看到没有？第二段的第三行第四行，人类只有遵守这些规律，才能和自然融洽相处。那么科技对自然会造成什么结果？这个能回答吗？谁能回答举手？我想你们都能回答。怎么说呢？说科技的发展会损坏自然的利益。对，会损害自然啊。然后这课文里讲的，大家看这个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行啊，这个必然会破坏自然的规律啊。那么自然呢？自然反过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词可能大家学过没有啊，在这课里是有啊，惩罚，自然会惩罚啊，会惩罚人类，这是地球毁灭，那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啊，自然对。那么赞成回归自然的人主张怎么做啊？大家看这课文里的第二段的最后怎么做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能回答吗？第二段的最后的地方，你说自然的事物不用电不用了，尽量的少用机器，还有不开汽车，这样。对，不用电，不开汽车，你们都能做到吗？你们能做到吗？不能啊，不能。那么看来，完全让你做回归自然派很难啊，是吧？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那么赞成享受科技的人，他们是怎么认为的？他们怎么认为的？可以。他们想以科技代替人的工作。对。科技代替人的工作，机器啊，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工作，对了，那么他们主张做什么呀？是在第三段，大家看这第三段的最后七八行那儿吧，他们主张干什么呢？不断开发，这个赞成科技的人，他们发展，对，啊。还有呢，他们提倡什么？用科技来创造更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适合。更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什么呢？我们讲到这个克隆了啊，前面那课我们讲到克隆，所以这些人呢，还要提倡改变食物的基因，还有利用动物来复制人体所需的器官啊。他们做的一个，还有呢，他们还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是要往哪儿？地球要毁灭的话，要去哪儿呢？要去。讲究太空。对了，地球毁灭的话，我们有一办法去太空去啊，离开这地球。好，那么现在看来，从这个讨论里面，咱们现在时间有限，最后大家，你们是赞成这个？回归自然还是赞成发展科技啊？还是中间都要啊？主张回归自然的举手。你赞成中间的啊？好的，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么咱们下面你们回去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什么办法
既与自然融洽相处，又能够享受科技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就说的，你们今天有个分组讨论啊，这么三个一组，你们可以啊，编一个括号，可以编一个故事来。人类应该做事业主，让在别人做部分，我们问你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今天学到的词和这语法典型，你们回去可以编一个故事，这样然后下次郭老师的课上的时候，你可以表演用这个语法典和这个课，大家看一下这个要求，你可以在下一次课上做这个，而你们三个人一组啊来做这个。